啊，可以这样子吗？今天是东海校友杯，少了很多校友的校友杯。嗨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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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下一次没回来，下次记得。这一次没回来的，下一次记得要回来。好，学长讲话，学长讲话。东海桌球队校友要记得返校。嗨一下，嗨一下，嗨一下。给梦毕业这么久人都没有回来，是不是该回来出现一下啦？是 他怕被你电吧，对不对？对啊。有没有什么话想对那个没有来的人说？特别想对沈秉承学长说，就是很久没看到你了，你居然在日本爽不回来。好，沈秉承听到了。老师有话要对那个没有回来的学长姐说吗？下一次希望见到他们。啊，好，老师讲话，老师讲话。